译者蔡宗宪屏东报道，车城后湾村早年有煮海盐食用的传统，作家刘环月最近与垦管处合作，改良天公开物中的老盆作为炉具，经邀请地方人士正式启用，未来将重现当地煮盐产业，成为社区游程的一大特色。台湾首建的老盆安造开盆仪式由垦管处处长刘培东、车城乡乡长张春贵、后湾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刘和生及刘环月等人担任老盆五口灶的主祭，并宣读安造开盆仪式祈福书文后开始煮盐。刘环月表示，后湾地区早年则是从海岸珊瑚礁盐湖穴中带回盐卤，在家中以平底脸盆煮干，或以水泥抹平珊瑚礁盐湖穴，便于晒盐、扫盐，也叫老古食盐。为了改良早期的煮盐产业，将早年使用的大灶融合天公开物老盆概念打造。老盆除了红砖、防火砖等现代材料，内壁都用红糖、糯米、红土、茅草混成古法粘剂糊在五口灶的内壁，增加打火功能及聚热效果。未来燃料将采用漂流木及银合欢等木材。垦管处处长刘培东表示，将与后湾社区持续合作便利相关的活动，希望透过老盆的开灶启用，让社区与民众共同参与体验，凝聚在地情感及打造海盐产业，盼将珍贵先民智慧传承给更多的年轻世代。